你第一步先把 IC 放在我们的 IC 盘上面，位置的话我们要把它放在中间，好，然后轻轻的把它放到这个 IC 底部，把它推到底，推到底以后的话，我们可以按第一步 IC 起始。好 ，IC 已经上来了，我们开始了。再按第二步，到拍照位，拍照位我们稍微 IC 放的不是很准，没关系的，稍微调一下就行。来，再让它拍照。让它回到等待位，等待位以后把我们的 LCD 接好 AC 和 LCD 放在上面，然后增添光度，调节左右，我们要对正的是十字光标这个地方，然后开始启动翻倍，五秒钟。现在是液压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看一下它对位的效果。这就线路对位的程度。好，我们再做第二个，把玻璃放开，再上一个，放到我们的托盘，然后移动到中间位置，要轻轻的把它推到底部，一样的让它先把 IC 吸起来，我们看再到我们的拍照位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不用去调动的，然后再到等待位，把玻璃放上来，基数固定，调节对位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翻定的位置，好，可以，这是一台液压就完成了，感觉。